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好，来喽，烘干老司机又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很明显了吧？阿呆操控我载他嘛？对。不是，好不好？怎么可能是我？你们本又写不出来，本都我在写的，当然是我来控制啊。哎，今天没有人要跟我一起控制吗？阿科，阿科是不是？阿、啊、他为什么不来开场？那今天这一集很开心，邀请到我们的雨昕，耶、yeah, ，好不好？好，有订阅他频道的朋友，记得来订阅我们频道哦，哈。我们的频道的网址会放在这里，没问题。搞得好像是我们在蹭啊，阿呆撩一下妹这样而已。平常会撩妹吗？对啊，不会，完全没跟女生讲话。哎、欸，我看你还没出发就已经脸红了，我怎么受得了？啊，那这个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出发了，看我今天怎么玩弄阿呆。Let's go！ 哎，瓦力呀，你上次坐在车子里面感觉怎样？蛮尴尬，对，蛮尴尬的。可是也蛮好玩的，也不晓得要干嘛。好，那这次换我们来弄一下阿呆了。对对对，希望瓦力哦，你瓦永远都有我。他马上上车了，我们要开始处理了，好不好？给他处理下去，来。好。好，你好，我叫阿呆。你好，我叫阿呆。你好 ，AKA 烘干站饶舌之鬼呆董。AKA 烘干站饶舌之鬼呆董。然后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雨昕。今天来到现场的是，不要紧张，你不要紧张。现场的是雨昕。嗨，大家好。那我今天穿海滩裤 OK 吗？那我今天穿海滩裤 OK 吗？比一下你的海滩裤。我能说不 OK 吗？那不然你现在脱掉。我现在脱掉，你确定吗？你不是不喜欢男生穿海滩裤？至少你还有搭配耶。你不是不喜欢男生穿海滩裤吗？我是不喜欢男生约会的时候穿海滩裤。所以我们今天不算约会吗？那我们今天这样不算约会吗？不算吗？我觉得你很用心，因为你还有前后搭配，你上面没有吊嘎，你是花衬衫，再加上你颜值的加持。哦，好，那今天感谢你参加我们的新节目。那今天感谢你参加我们的新节目。好，也谢谢你们邀请。你放轻松聊天就好，我们什么都可以聊，你 OK 吗？你放轻松聊天就好，我们什么都聊，你 OK 吗 ？OK， 没有问题。我其实不常开车，那我们准备出发了。我其实不常开车，是。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啊，真的不常开吗？真的不常。阿呆看着前面说：“没问题的，宝贝，不用担心。”好，可以了，交给你了。没问题的，宝贝，不用担心。好，不是，我是跟我自己讲，我妈都叫我宝贝。不是，我是在跟我自己讲，我妈都叫我宝贝。我在替我自己打气。我在替我自己打气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打倒档，指着前方，好，拿一点点油门。那我们出发了。好，出发。指着前方。踩一点油门，走。来，打到啊了！哦，打错了，打到啊，打到啊，打到啊！哭泣说，对，打错了，宝贝不用担心。你好，打低档，没问题，宝贝不用担心的 ，OK 的。好，打低档，打低档。确定在低吗？我帮你确定一下。在低，应该是低吧？低，好，好，出发，出发，出发。哎，你要不要开慢一点？你要不要开慢一点？我觉得比较对，比较少开车，我要慢，慢快，慢快。快，慢慢，快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像是九浅一生的道理吗？这就像是九浅一生的道理吗？对，哎，快，慢慢，快，可以这样说，可以这样说，那是一个深奥的道理。今天为了你来，我跟你讲，好，等他讲。开车就是开得好的男生，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加分。好，那如果男生会唱 rap 可以吗？那如果男生会唱 rap 可以？有加分吗？可以唱唱看。有加分吗？可以唱唱看。好，我唱给你听。好，那我就唱给你听。开始喽。好，安静的摇头晃脑。哦，看他说不好意思，现在还在前奏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刚那是前奏。还在前奏。要来了。快来了。你知道饶舌要有态度，快进歌了，快进歌了。你知道饶舌要有态度 ，attitude， 快进歌了，再等一下，快进歌了，再摇头。看他
很会演的，他演的啊。好，要唱了，要唱了。好，要唱了，要唱了，要唱了。好，来来来来。好，来来来来。来哦。Yo Yo， 欢迎来到红杆老司机。欢迎来到红杆老司机。现在带动我开车带着雨熙。现在带动我开车带着雨熙。你不用太担心，我开车一等一。你不用太担心，我开车一等一。我多才又多艺，剪辑拍摄 rap 我都很可以。我多才又多艺，剪辑什么拍摄 rap 我都可以。但是没关系，等会让你笑嘻嘻。我本来爱温妮，但是我愿意试着爱上你哟。我本来爱温妮，但我现在愿意试着爱上你哟。有雨熙就没关系哟。干掉自己家的老师哎、欸，还 OK 吧？这验证了一句话：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就是。但蛮好笑的，可以啦，没事啊。虽然开始就很冒昧的问你，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虽然刚开始那就很冒昧的，请问你一件事，是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那你喜欢哪一种类型的男生？我认真想一下。你刚刚说你是双鱼座吗？没，对。欸、到底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是是吗？是吗？是双鱼座，双鱼。其实我还蛮喜欢双鱼座的男生。我知道。我其实交男朋友蛮开心。酷炫有跟我说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那个酷炫他其实有跟我说。你最好啊，最好跟你说。我跟你讲，我前女友也是母羊座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不要自己加东西，干老师。下次阿呆来撩你。不好意思，这个炮会不会有点凶？一直加，一直加。阿奈，你觉得母羊座好吗？不错啊。你不要，我要回答，你干嘛讲话啦？哦，好好好好，我不回答，我不回答，你给你讲。你不要一直自己讲话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我觉得要成熟一点，因为我个性蛮小朋友的，就是比较包容我，有时候比较任性的部分。我举个例，如果我今天晚上可能一点两点你在睡觉，我把你摇起来说，我好想吃什么东西哦，你会带我去买吗？我会有东西喂你吃。会啊。那就 OK， 因为我很重吃。我会有东西喂你吃。它、啊、好吃吗？吃过的是都说不错。吃过的是都说不错了。哦哦啊，是确定给我吃得饱？应该是没问题。看我那天水喝的多不多。啊，如果吃不饱应该是有吃饱。看我那天水喝的多不多。欸、其实你蛮厉害的，你看一心多用，优秀，整个魅力值就起来了。你有交过男朋友很喜欢打游戏的吗？如果他一直打游戏，你会怎么办？那你有交过男朋友很喜欢打游戏的吗？如果他一直打，要怎么办？有欸，我有跟那种就是很爱玩游戏的男生在一起过。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他很喜欢打游戏吗？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很喜欢打游戏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舍不得打你。因为他舍不得打你。我打过哎，那就代表他两种都想打，就是会被打屁股的部分嘛，有时候。对，其实我也蛮喜欢打人家屁股的。你知道？那我先插话一句，你知道有一种拍法是男生打女生是声音会很大声，那个爽感有出来，但是不会痛的方法吗？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。你手伸出来，可能这样，是不是这样打？好赞！有一种是你把你的手这样拱起来，啊，这样打比较不会痛，然后有声音。我不太了解，方便晚上跟你约一下再教我一次吗？其实我听的还是不太懂，方便今天晚上再跟你约一次，你再教我一次吗？不行，你这样太淫乱了。好啦，不然我跟你说，上次有个正妹跟我表白，我拒绝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好啦，不然我跟你讲，上次有个正妹跟我表白。是，但是我拒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值得更好的，不是我这种最好的。我觉得他值得更好的。我觉得你不要这样子想。不是我这种最好的。那我问你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欸，像你这样的。差不多就像你这样子的。我这样子是怎样子？能教我怎么打他不会痛。大概就是这个，能教我怎么打屁股不会痛。女生跟我约会从来都不用带钱包付钱，我是不会让女生付钱。哦，女生跟我出去约会从来都不用带钱包付钱，我是不会让女生出钱的。为什么？只要看到我跑了，就跟着跑就对了。只要看到我跑了，你就跟着我一起跑就好了。不行，这个听说你很喜欢买包包哦。听说你很喜欢买那个包包。对，我是包包的收集癖，有一点。为什么你喜欢买包包？哎呦呦呦呦呦！
为什么你喜歡要骑上去？要骑上去了，没有骑上去哦，结果又往后骑了哦，很帅很帅。我跟你讲，男生帅的就是有没有单手转方向盘？哇，帅帅帅帅帅！阿呆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天这集帅了，我跟你说，你直接秀了一个单手转方向盘。刚刚有被你吓到一下。那为什么你喜欢买包包？啊，对对对，所以为什么你喜欢买包包？你是机器人哦。我是机器人啊。啊，对，我不能抖你。我是机器人。我这样子远端抖你。那你要跟我讲你为什么喜欢买包包？爱死机器人。所以你要跟我讲你为什么喜欢买包包？你有看吗？我有看，但是你要先回答我。那你喜欢哪一集？我只有看第一集，但你要回答我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先回答我。好了，包包啦，包包。为什么喜欢买包包？其实很简单，小时候的话，因为那个时候家里的状况没有机会可以接触精品，所以就是你买不起，就一直去研究去看；啊，买不起，你就是至少可以在上网做功课啊，去研究什么东西啊，就希望自己有一天买得起。等到有一天自己买得起之后呢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就跟遇见对的人一样，你没有办法踩刹车，就是忍不住想一直收集，一直收集，所以就不知不觉。好了，我觉得够了。好了，我觉得够。他们应该会剪掉。他们说他们应该会剪掉。会剪掉，我讲那么多，其实不要问啊。其实我也很喜欢买包包。其实我没有，我要跟你分享，其实我也很喜欢买包包。真的假的？就三头包、五头包、七头包。就三头包、五头包、七头包。而且我常常拿包包去跟人家换包包。这我不懂哎，什么意思？而且我常常拿包包去跟人家换包包。我常常也会这样做。你也会跟人家换包包吗？你也会跟人家换包包吗？你没看过《来吧营业中》吗？赞赞赞，免费。回归赞赞赞。对对对。有时候我还不小心换到臭的。有时候我还不小心换到臭的。你放心，我是想的。我跟你挂保证。好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好，下一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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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我是香的？因为我每一年都会固定去那个财神庙，他们都有那个财神香包，我都随身携带身上。我大家可以给你闻。怎样？我话是不是太多啦？填不完啦、啊。售后护理是渣男，负责到底是暖男。风爸买了不怕会算盘。Avia Mobile 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好了，我看你有在台中买房子。好了，我看你有在台中买房子。是。好像又在台南长大，所以你到底是哪里人？我是你的人。好了，那你会讲台语吗？那你会讲台语吗？等一下啊。那我考你一些台语试试看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有一个阿嬷，她跑去杂货店。问小姐说：“你家有灰楼吗？”他问里面的柜台小姐说：“你家有卖灰楼吗？”请问阿嬷她是要买什么？火炉吗？不是，灰楼洗发精。不是，是灰楼洗发精。哎、欸，这个蛮好笑的。那我问你，家里屋顶漏水要请什么神来帮忙？那我再问你一个，如果家里屋顶漏水要请什么神来帮忙？家里屋顶漏水哦，不知道哎。铁锥烫来行了，这还好。哪一种动物最热情？那哪一种动物最热情？不知道。黑猪。欧迪。欧迪热情，好像一把火。因为欧迪热情，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那我问你，如果米妮有很多男朋友会变什么？米妮有很多男朋友会变成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哦。米妮有很多女朋友会变成松鼠。松鼠。哎、欸，对。有没有难一点的？对。你好强哦。有没有难一点的？你有没有难一点的？我想，松鼠 Linky 啊。没有哎、欸。没有了。还好。好吧，那换我问你。好吧，那换我问你。好。大难临头，台语怎么说？大难临头的台语要怎么说？大机大雕啊！不是，大难临。不是，大困难，爬桥，大难爬桥。我这边客家话。大难临头。大难临头。哦，临头。大难啊！临头。哦，临头。你知道人在什么时候最想喝汽水？你知道我们人在什么时候会最想喝汽水吗？早上。孤单的时候。孤单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当你孤单，你会想汽水。因为
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谁？不错，有天分。哦，不错，有天分，没有天分。我听得懂。恐龙让梨，茄子蛋让什么？那恐龙让梨，那茄子蛋让。龙流泪。哇，哎，对不对？拍手、哎，我觉得我们真的很适合在一起。有天分，你看我厉害吧？觉得我们真的蛮适合在一起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有天分？不错哦。那晚上要教我怎么打屁股了吗？我觉得我们也算有点熟悉了。我等一下教小诗的老婆，小诗的老婆在教小诗啊，小诗在教你，这样吧，一代传一代才可以永流传。嗯，那真的会一代一代哦。哦，那真的会一代一代哦。对，一代一代，对，一代一代，打咩打咩。那你平常有什么兴趣？拍片之外，你会有什么休闲活动？那除了拍片以外，你平常有什么休闲活动？哎，是可以骑脚踏车上来的吗？OK 的。他有点狂哎。这也是可以骑的。哦，是这样子吗？好，再问一次。除了拍片之外，你平常还有什么休闲活动？动漫、动画都会看，玩游戏。你知道迪士尼 Plus 跟 Pornhub 的差别在哪里？那你知道Disney Plus 跟 Pornhub 的差别在哪里吗？我知道，一个有露点，一个没有露点。不是，不是。不然嘞？一个让你讨厌继母，一个让你喜欢继母。一个让你讨厌继母，一个让你喜欢继母。你有研究星座吗？我刚刚在野宫没玩。哦，你有研究星座吗？有，稍一点点。我蛮有研究，我分析给你听。好，第一个，金牛座，口渴就会想喝水。金牛座口渴，他就会想喝水。巨蟹座，懒得出门就叫外送。他如果懒得出门的话，他就会叫外送。是。那你知道牡羊座是什么吗？牡羊座的女生。那你知道牡羊座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牡羊座的女生看似很坚强，但是被车撞就会受伤。看似很坚强，但是如果被车撞就会受伤。我跟你讲，双鱼座最重要的是双鱼座，我就是双鱼座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最重要的就是双鱼座，因为我就是双鱼座。是。双鱼座的话呢，难过就会想哭。你的靴子里有蛇。看到后面有蝴蝶，你看，你还是过的。看到后面有蝴蝶。哦，这个耶。好可爱哦。哦。他们两个真的在约会，我是想玩，我是想玩。哎，双鱼座，再讲一次。那双鱼座你熟吗？熟啊，我身边很多人都是双鱼座。我最好的朋友，我知道酷炫有跟我讲。哦，我知道酷炫，他其实也有跟我讲这个。好啦，我内心戏很多，双鱼座内心戏很多。好啦，我内心戏很多，双鱼座内心戏其实很多。在我知道你要来的那一天，小孩的名字我都取好了。我们小孩的名字我都取好了。你姓什么？呆。我姓呆。认真啦。我姓红。认真的。水共红，认真的，这次是认真的。红哦。哎，你不要加话，我还没讲完。我叫红瑞呆。我跟你讲。我叫红瑞呆。好啦，哎，姓红到底小孩名字要怎么取啊？那姓红到底小孩要叫什么名字？红哦。红瑞珍吧，蛮好吃的。如果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回去的路上，那我们可以做自己了。那我们现在回去的路上，那我就做自己喽。你做自己可以啊，但是阿丹你还是不能讲话。所以你刚没有在做自己吗？我刚被控制啊。虽然我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爱上你，虽然我也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爱上你。你现在是被控制中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是被控制还是没有被控制。我现在做自己。哦，你现在做自己是不是？对，我现在做自己。但是如果有男生对我讲这句话，我会觉得还蛮常见的。我教你们直男起手式，你要让这个女生感受到她很特别。如果是你，我就会约女生开车去一个地方玩啊。那你想去哪里？我会主动去接送啊。你就秀那个这样子帽，你就一上车就开始。然后好啊，那你想去哪里玩？到目的地。我想去哪里玩？宜兰吧。那我们现在就往宜兰去了。那我们现在去宜兰吧。啊，我觉得这个有中哎！不要管他们了，不要管他们，我们就去了。真的，倒车过去。我等一下有工作。我们一路倒车过去。不行。你刚刚是不是场面话？等一下工作。你刚刚是不是场面话？没有，真的有中。我觉得男生这样突然来一
来一枪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我可以很多枪哦，不止一枪哦。不是场面话，我很认真。我认真。那我跟你讲哦，我可以很多枪哦，不止一枪哦。我要回去了吗？你会觉得很尴尬吗？我们到现在你会觉得很尴尬吗？我觉得不会啊。你会觉得很尴尬吗？其实我是心动的成分比较多。其实我是心动的成分比较多。我现在方向盘其实有点难转。我现在方向盘其实有点难转。怎么说？有卡卡。就卡卡的。太大也不是好事吼，蛮困扰的。女孩子们要记住，不一定要挑大的。我自己个人觉得最适合你的会是最好的，就跟钥匙跟钥匙孔的关系，大不一定好，不要有这个迷思。我知道，我可以配合女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可以配合女方。你可以可大可小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。你有放大缩小灯？我还可以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就像这根排挡杆一样。我都可以配合啦，因为我是做口碑的。我都可以配合啦，因为我是做口碑的。用过的都说赞。好，那差不多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等你开回来，我们上去了。好，拜拜拜拜。耶、回来了，你觉得好玩吗？我觉得很好玩哎、你觉得呢？还 OK 吧？开心吗？我蛮开心的。来小四汽车上班有这种福利啊，你会觉得很尴尬吗？我觉得不会耶，我本来就还蛮吵的，那我很习惯跟安静的人对谈。我感受得到，我在耳机里听得很清楚。对，这一集有没有我们的女来宾有拍出一个不一样的感觉？对，因为毕竟女生个性都不太一样，像我们其中一集就有点尴尬。可是我觉得尴尬有尴尬的好笑。对，其实观众也爱看那种自然不一样的感觉，非常好。今天的烘干老司机就成功了，好不好？阿呆这个月薪水没有哈？啊，那就从这一集够了，通告费啊。大家没什么怨言。遇到你耶，对不对 ？OK， 值得吗？值得，非常值得。你看，我没有通知他，他自己说的吧，好不好？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啊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8888888。雨熙的观众要来订阅我们，不是雨熙要订阅。你在帮我讲是雨熙的观众要来订阅我们的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们有观众可以流去他那边呢？有很多很多。有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终于又拍完一集了，妈，我写了三天三夜的本，妈的10分钟都拍完了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0秒开机。